大家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意大利的朋友小龙，为了 Unbox 品牌，今天我带你们来了 Villa Mirafiore。 Villa Mirafiore 是在意大利的北边，然后这个别墅有点奇怪，因为这个别墅是一个公司的展厅和博物馆和家。我们这个地方是835年前做出来的，然后之前60年前这个是一个别墅在一个公园里边，但是为了200年这没有人住，那顶都掉了，所有的树很多树都长在上面，但是生活很奇怪，35年前有一个人坐着里边，这个人是特别爱这个地方，从那个时间开始装修，从那个时间到现在很多东西改变了，这个别墅又成为了跟之前的美一样。你们可以想象在这儿一个 Pope 住过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，然后现在变了他们 FIAM 的博物馆和展厅，我们一起去看。我们这旁边是坐着 Lily 的第一个小椅子，这之前不是为了卖的，他是在他的工作 很年轻的时候，他14岁开始在玻璃的工厂工作，他觉得每天在那站着太累，他一天看到这个玻璃可以变歪的，他做出来了第一个这个椅子，从那之后这个公司的故事开始发展的非常好。都是李斌，他是从一个爱好，他的爱好是做玻璃艺术品，从那刚开始成为了一个这么大的家具的工厂。我们都认识 Philip Stark，Philip Stark 是一个设计师，他35年前跟这个公司一起合作过，35年前。他把这椅子做出来了，那个时间呢，他做的这个桌子在那个时间是特别特别现代的一个风格，是特别 revolutionary 一种产品。然后，这年在米兰展有一个之前的他的老客户，这个之前是差不多35年前是，4-5万吧，现在变了50万人民币卖这个桌子，是一种。艺术品嘛，不是一个家具。在这个地方可以待着很长很长时间，因为我忍不住看了所有的这之前的画，然后配着这个现代的家具，这个玻璃的家具，好像这个地方太特色了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就是一家人可以做出来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之前是从零开始的，维特利就是之前是一个农民，然后他。为了认真工作努力，他交了一个大的梦想，交了一点的 lucky 都放在一起，就做成了这个地方。哇，我没有太多话可以说。
每次说，意大利的设计是一个好事，意大利的设计是世界第一。我们很多次都问自己，为什么意大利的设计是这么好？为什么意大利这么美？这别的人问我的问题，那我想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在这儿可以真正的感觉到，就是为什么？就是您看，所有的历史和很多很多的文化融合一起，加深了一个美丽的环境，山和水的比例非常标准，非常舒服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设计是这么美。每个别墅没有它的花园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别墅。我们在我们的后背就可以看到，在意大利的这个地区，第一个 Giardino all'Italiana 就是意大利的花园。意大利的花园是一种特色的风格，就是不是跟那个法国的一样的那个比较复杂，这个是比较干净、比较优雅的。然后在我们的后面，那个小塔里，小塔下面是为了做，之前是为了种橙子、柠檬和等等，因为这儿比，这边的意大利比南边都冷，稍微冷一点。现在来到了最后一部分的我们在 FIAM 的里面的展厅。它的这个品牌是很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镜子，这个镜子你一看就感觉是金属，但是你摸，你真的是玻璃，是玻璃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叫 Helidon Jesus。这个人是很有名在世界，因为他做跟这个一样的作品，但是用金属做的。一天他在米兰展看到这个品牌，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，然后说我看到他们做的东西，因为这玻璃是一种比较奇怪的材料嘛，就可以做很多很多模型，可以玩儿用这个材料。他想到我想，因为他的作品很贵，然后他跟他们跟 FIAM 一起合作，为了带来在普通人家里面一个他的艺术品，这样就成为了这个镜子。我们现在今天在 FIAM 结束了，我希望你们如果有机会来一趟，再见。